会轻功，但这飞得也太高了吧！要不今儿就算了吧，改日再选个黄道吉日。是你啊，你搞什么恶作剧？这不符合你的人设。那什么符合我的人设？你喝了多少酒啊？虽然我会轻功，但这飞得也太高了吧！而且你不是刚报了大仇吗？还不以杀生？你又知道了？我瞎猜的。你真的帮你母妃报仇了？原来这里能看见皇宫啊！看着这张苦大仇深的脸，不像报了仇的样子。难道中间又出了什么变故？不会吧！你带我上来，不会是让我看风景的吧？安静。我倒是想安安静静的离开，可是这个高度，臣妾做不到呀。你终于承认自己的身份了。承认什么？我没有。无趣。你离家那么远，会想家吗？想，但想也没用啊，我又回不去。我曾和你一样，但就算回来了又如何？其实更远。你回来就是为了复仇啊？难道我不应该复仇吗？可是人生除了复仇，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对你来说最重要？活着最重要。